前场三打二。嗨，陈彦宇想来一个脑后传球，漂亮，再打反击，正面三分球进，好球，王泽这边有空间，好球，哈哈，一鹏换了之后河北队不太会进攻了，又防下来了，快速推进，篮下，好球，直接空切到篮下，好球，漂亮，这个战术打成了，要掩护，换人，给弧顶，直接投三分了，好球。在替补席暂停的时候呢，反复的强调说，盯人防守，不要换，要找自己人，要盯紧。徐明阳和赖廷义都在上线，董世晴来突，好出重，并且呢，他不仅能够漂亮，哎呀，但是没有打进呢。董世晴的三分球，好球！刚才这球打进呢，也是分差，现在是三分。彭世阳来了，比赖廷义要好很多的，所以刚才这个球呢，就非常的典型。漂亮，这个优势还是建立的非常的扎实。来了，漂亮，没有选择投篮，而是选择了突破空切的上篮。有一个，漂亮，辽宁队换联防了。哇，前场篮板彭诗晴抢到了前场，后场篮板的时候呢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抗的威力。彭诗晴底角中距离命中，快速的传切，给彭诗晴，这个点又来了，你看他就是出手的时候呢，这个我相信辽宁队一定是认真的看了新疆和上海赛状态呢，在通过这个训练也好啊，或者这样的实战呢，在逐渐的恢复。漂亮，辽宁队左侧的三分球，漂亮，队的替补席像火山喷发一样，大家把衣服都扔起来了。来了，彭诗晴大心脏了，上篮不进，但前场篮板又是彭诗晴，君用命啊，多点开花，目前三名球员得分上双，又是彭月晴力投中的唯一的一个球，是孙梦竹在加时赛刚开场的时候投中的一个中距离，好球啊，没有换人，看彭诗晴继续再来打掩护，哎，哈哈，防守的时候啊，彭诗晴的三分球还是短了，前场篮板漂亮，好球，彭诗晴打得很聪明，这球又杀进来了，连得六分，双方已经纯粹的开始打这种快攻快守的小球，马上回身追一个，漂亮，一个进攻篮板两次，一个抢断，再加两次出手，得到两分，漂亮，篮下没给，刚才的定位掩护是创造了一个徐明阳在篮下的机会，好球啊，好球，节奏性的联防，哇，彭诗晴突分，看看三分球有吗，命中，漂亮，这球传的非常的有响机，今天福建队把这个小球啊打的是风生水，好，而联赛的助攻王呢是李梦，他场均可以送出六次助攻。董世晴来了，这也是掩护之后啊交给。